好，欢迎回来，我们拜火炮系第三趴，我们这一趴要来介绍就是 Win 十发神威极限竞速六巅峰啊，这是一款赛车游戏，在 Win 十以及 Xbox One 上面都有发售的游戏啦，那可以说是微软平台的代表作哦，就是隔壁家有那个什么跑车浪漫旅嘛，对不对？那这一家呢，我们微软平台上面就是有 Forza 6啊，也是相当拟真的一款赛车游戏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款游戏的影片。哇，太真实了吧！这真的很发达哎，差不多了。现在赛车游戏有做的。算了，跟他聊。我刚看到那个赛道的时候，想要什么吗？我想要霹雳火。VR 到底什么时候出啊？你是不是我们酷哥？好真实哦。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很棒啊，就是其实他那个游玩画面就差不多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啊有这个机会，那先来问一下好了，我们谁对赛车游戏比较有经验？之前你不是会晕吗？你不是会晕吗？家用会晕，我在那种外面那种汤姆熊，我都要开那么大。他都玩头文字 D 啊，真的吗？没有没有，以前哪头文字 D 就是三比较红玩嘛，后来我就玩弯岸的嘛。哦，可是以前就是更早期是有那种就是很多那种各式各样那种 Sega 还是哪里，就是出那种就是赛车游戏可以四个连线的那种。哦、oh, ，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就三个赛道嘛，中级、初级跟高级嘛。那马里奥拍照那个地方啊 ，Daytona 是不是啊？可能是，然后高级跑两圈就好了嘛。Daytona, 然后中初级好像八圈吧，这样子。对对对。所以 RB 也有玩，那 Tommy 嘞？马里奥赛车。原来你跟马车德是那个。那个很经典啊。哦，对，也是啊，也是啊。那加恰嘞？我也是汤姆熊机台，但是在头文字 D 跟弯道之前有一款，嗯。就有点像头文字 D 就是切入大转弯的时候从三四档转跳到二档、啊、做那个甩尾甩尾啊做漂移 对, 對、嗯、我会玩的啊哦那看来大家都有一点你说是不是可以选两条路那个对吧、啊、是游戏吗对啊就是都是一对一啊都是一对一对战的哎还是几对我忘记反正就是可以做漂移动作蛮真实的我知道哎蛮、欸、真实的就是是其实有点像头文字 D 这样啊观众知道啊什么 racing car 啊对啊，类似、Sega、那个是早期的 Sega 游戏，其实还蛮红的。那我自己是以前跑那个东门町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东门超久了，很久了。然后去那边玩 KOF 哎，去那边玩头文字 D。嗯，然后东门町那个时候就是赌博的，跟那个一半一半嘛。我记得。对啊，后期就纯赌博。对，后期就纯赌博。赛车应该找 Yoro 啊？为什么？他其实好像蛮会玩头文字 D 哦，对了，他头低，他常常在那边晒说他几分几秒，欧洲人嘛，讲欧洲嘛，对不对？不要给我欧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以前有一次我跟他去那个换汤的时候，然后就是打到没人要跟我们打，然后我们就去旁边绕一圈，然后旁边有那个头文字 D， 我说你会不会玩？他说他大概也是，他说我是全国前三强之类的。右前三，右前三。我说那你开过来看看，结果他很厉害，他把皮包拿出来，有那个卡嘛，对不对？一堆卡，他挑好几张，说哦，这张应该，这台我还会开，然后就把它插进去。我皮包没有在身上，其实那个卡我也有了。他有好几张哎。对啊，因为那个就是你问他什么，他每个都说全国前三强，強什么都玩全国前三强。好，那这一款 Forza 6呢，它的特色就是从哦，当然不只是说，因为像头文字 D 它就只有日产车嘛，就只有日本车。那 Forza 6呢，它是全世界的车都有，而且是从1960年的车开始就有。真的假的？对，所以有一些玛莎拉蒂哦，玛莎拉蒂一定也有、啊，法拉利都有嘞、啊，有啊，那里面跑车款式都有啊，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差不多来看一下游戏。我们来先稍微介绍一下，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它的车种特别多，然后也可以自己去改车。哦，也可以自己改的。如果你对车有一点概念的话，就可以改什么离合器啊、改避震系统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谁懂啊？然后还可以喷，还可以喷漆啊，哦，还可以喷漆，就它这个是很拟真的嘛，对不对？对，它就是很拟真，它就是完完全全模仿现在的。恰恰就是你的 Artist 啊。
哦、OK 啊，那你就选那个底那个有那个底盘破掉的嘛。好呀。到底修好没啊？到底修好没啊？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车。你选的底盘被打破了。好，那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差不多来进一下游戏画面。那我们应该会先来选那个生涯模式来过关嘛？哈，巡回赛是就直接继续巡回赛，进去可以选车款是不是？可以了哈。啊，那我要就前面一点，要不然看不到。只能用手把，可以用摇杆吗？摇杆要怎么开啦？对，摇杆你要怎么开？好像也是哦。啊，所以选赛道就自己选吗？选第二个是不是？啊，这不是单挑的哦。那没办法切脸画面。考虑过。选车啦，够吧？福特 ，Focus， 有一些先锁住了，有一些先锁住了。现在是福斯的 Golf R， 啊，然后呢 ？Mini Cooper 啊，就那一台啊，选 Mini Cooper， 只有一台可以选，咕咕咕咕啊。我们没关系，我们来看，稍微看一下。卷卷，你选苏巴鲁啊？卷卷苏巴鲁，他是个 Subarist。啊，现在看到这些都是试售车啦 ，Focus ST 这个是手排车，然后 Mini Cooper， 好可爱啊。Cooper 还不错，这台大概200多万吧。然后这台是 Hyundai 的韩国车，台比 Cooper 啊。M235i 这个也是手排车，然后哦 EVO 哦 EVO 十这是最后一款的啊 STI 哦全全的车全的车啊 WRX STI 也是经典车款了、啊、哈。然后你上370就是你上少数的试售车里面的跑车款，然后就是去掉 GTR。你以前是不是卖车的、啊？我以前是卖车，你是不是在哪里上？哇，对啊，我因为我常在看那些介绍车子的那个，每天都在烦恼要买哪一台，他每天都在没那个烦恼，没那个烦恼。你很懂哎、欸，而且我不知道 GTR 是你上的，我今天还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啊？哇塞！我只知道那个是那个梁介开的，谁会知道梁介？不是啊，那个是那个啦。GTR 是钟离义开的，戴一个头巾的那个开的。GTR 是哦，我知道，陈小松嘛。不是 GTR 是钟离义开的，戴头巾是再是啊，戴头巾是 EVO， 开 EVO， 开 EVO， 对对对对对。梁介开什么？梁介开 FD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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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舰吗？旗舰是 FD， 对啊，黄色的那个什么 FC 啊 ，FC FC 是哪一梁介啊？哪一个厂牌的？马自达。哦，嗯。好，建议的设计这边选取，这种马五哦，这跟你马五啊，你没看到福斯，你还马五啦？我对车不懂啊，哇塞！哦，建议设计是不是？选我觉得他车做的很真诶、欸，好像真的在赏车有吗？对啊，刚洗车出来，以后也不用去看车啦，就看个油就看车，就像买什么车就看那台就好。好，选个灰黑色，就没屁股的车超丑的。哦，你还是喜欢有屁股的车，就掀背车你不喜欢？我不喜欢，没屁股的大概只有 Cooper 我比较能接受。嗯哼。啊，赛道是英国 Brand Hatch 赛道，这是一条、大概好像3点多公里吧，忘记2点多还是3点多。赛道都你设的，对，很深。然后他会。一定会，通常会选那个下雨赛道，就是呈现它那个画面。画面没有大鹏湾赛道吗？大鹏湾屏东。我跟你讲，如果你去大鹏湾跑个冠军，然后再出国比赛拿冠军，大鹏湾就被做进去。大鹏湾冠军有办法出国比赛拿冠军哦？靠你们的，靠你们的。我可以玩这种碰碰车，可以可以。那大鹏湾蛮多赛车名港，真的不错的。来，所以这边可以来挑选一下一些设定了、啊、哈，难度选一下。In the assist menu, you can adjust these settings to experience the full depth of the system. 很漂亮，还是要起跑排位啊！哇，不要拖沙，赶快开始啊！好，开始，开始，一样。Powered by DriverTar technology.Each driver is as unique and competitive. 开这种车跟人家赛车讲出去给他笑的，对，就同一个级别的哦。赛车你在想什么？这房车哎，房车赛啊，房这种车跟，傻屌。下一位，哎，快跑，快跑啊！你输了起跑点啦。没有，我跟你讲的，让他们三秒都可以啊。好，没问题，没问题。让他们三秒。地上有辅助线啊！我、有辅助线，我比较喜欢有辅助线。对，有辅助线，好骗啊！我喜欢会打滑吗？我喜欢随便开。喂，因为现在下。要撞他！哇！没有刹车吗？刹车！打滑了，打滑了！没有滩水，你不要开水啊！不是啊，你轮胎给我没改吧？哎，为什么？马古，转弯失败了，还可以这样吗？继续倒转，继续倒转。哦哟，会呢！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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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从这边开始。
认真一点好不好？哇，还有这一招。哦，这样这边不能按刹车。他叫你救那边有水了。哎，按错了啦。你是再倒转一次啊？你是把那个防滑系统关掉？没有，我按错了。哦，还好这个是游戏，不是人生哦。不能重来，对不对？啊，继续继续。他都叫你不要走这了。没差了，没差了。是啊，箭头变红色是危险的。没有，变红色就是要刹车，是危险，危险啊！红色代表危险。压一下路边石，危险，危险，完了！哇！最后广告声一样，怎么往 Tech Hero 撞过去？再回来。我不知道刹车是哪一个啊，比较麻烦。啊，来从这边开始继续。你还是撞啊！再给我到底多少钱啊？哎，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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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从这边开始。这边，是不是哪一个？哦，找到了，我找到了。那左边的 LP 啊，哈。没有，那减速都是用挡的啦。他直接用挡刹，当然了，我没有手刹车可以拉。不刹车的，我都是按手刹。不刹车，黑鬼东讲话要听啊。刹车都剪掉了啊。还好，那是自拍。有，刹个车。哦，你干脆开100慢慢开好了，你妈是在逛街。现在才90几而已，好不好？过弯没有破百的啦。100，130，130。调底，调底。啊，第6名哦，还好啊，妈，我现在15名啊，可以啊，再赢9个。哦，你要重刹，把它撞歪，把它撞歪啊，靠在他身上，快点靠在他身上。这个集团大概有9台，可以啊。那好，把全部的路线都挡住，我知道怎么过啊。你只要过，你只要超过这个集团。有了有了，13了。十二。前内线，前内线。借他车身，没错，从走内线啊，借他车身，走内线啊，借车身，哎，第九了。很弱，排狗排水沟跑法啊！捡了，排水沟跑法啊！可以，跑五圈，30，跑5圈哦，有那么多啊？5圈啊，没错，杀一下，我怎么跟我比啊？黑鬼龙讲话，黑鬼龙，等一下给你啊，比车凶啊，神斧手啊！哎呀，中到啦，机会。有点难，这边过弯没过好。玩赛车游戏一定要注意，就是外内外啊。刚刚就是出了主板，现在外线应该是在右侧。啊，打滑！哇，这个外压到水坑了，压到水坑。啊，糟糕，有追到。现在第4名了。哦，居然有劲，超过这3台就有第6啊。哦，第6名在眼前啊，不错，刚好直线啊。哎、欸。哇，一个被挤啊！哦，第7了，可以，第六，稍微压一下，好快啊！压一下路边石，过去，好，来，奥迪是吧？好的，他是巴鲁啊，全哥，全哥，借我擦一下，你过啊，全哥不要撞我，全哥。拉一下，Ruby 这样都可以前5名了。我很期待你好强。等一下，再来玩。神手啊，倒数啊。神手，还是第3啊？我要手排车。玩赛车游戏，大家都玩。你用手把，还要排挡，很麻烦，跟你讲。没有人用硬式排车的啦。可以。我用附件的。叫什么标语？可以啊，拉手刹车，刹车怎么重刹？这对吗？会转圈，漂亮的过弯，你们看到吗？啊！中奖了，又给钱了！要广告嫌疑啊！这不是人生硬重来。阿东，全过，开过去了。第6名啊！那我招进后面那台车。哎呀，看到了，不止一台啊，好几台啊，还好啊，现在是第6名啊。我因为现在下雨天哦，它刹车你如果拉方向盘，它会整个滑掉，不能拉到头。
然都推到二档去了。还有一圈哦，极速到180，哎呀，哎，啊，降到50了，太低了，被超过了，完了，七啊，完了。最后一圈变第七，完啦、啊！不是吧？啊！哎、欸，哇哇，这现实生活中 TT 撞下去应该赔不完。好低哦，他的 TT 太稳了、啊，有问题啊！哎、欸，压到面线。TTI 来啦！不行啊，上坡马力不太足啊。有资金在哪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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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六名坐收。好，来看恰恰了。我要放出场音乐啊！哎、欸，音乐是不是在那个阿鲁阿鲁？放麦克风都可以听得到嘛，对不对？对啊。得专买牛排。好，来去看你是不是 Sky 哥哥啊？哎、欸，我帮你解锁一台车哎、欸，两台，还有 Focus 可以开。OK， 没问题啦，好不好？出场乐都放了，应该没问题啦。哎、欸、呀，油门是这个，音乐不要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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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死，音乐不要关啊，音乐不要关啊，不要配那个。配那个开叉的 feel 啊，你放个自己麦克风好不好？你放个自己麦克风好不好？芝麻爱其实帮我麦克风的。哎呦 ，GTR 呢？好，按 A 跳过。还没开始开就放歌。等一下，哥 ，A 跳过。啊，继续。等一下，对不对？先把它放。哎，对，继续。我来。哎呦，这个我没问题啊。你不要 DJ 我没问题。靠太近，我怕等下他爆音还是什么？真的吗？会太大，没反应啊。这应该听得到就可以了。啊，没反应。他现在是不是在连线呢、啊？继续都不给我按啊！吉鸿东连车都没找到，他连车都是没办法上，连车都上不了啊！没有啦，先帮我把刹车剪掉。我关了。哦，有了。好，你确定？你要选新的赛道吗？好，可以啊。按 A。现在选车嘛，对不对？没有赛道。这个是赛道吗？对，就他这哎、欸，不要啦，你不要选旧的啦，这个对，哪一拿，帮你开锁的，好，按 A 跳过来，就是介绍赛道。The modern GT 可以跳了。To see one on the road is a rare treat。你现在多了一些车可以选，看你要选哪。GTR， 你上 GTR， 这是什么？刚刚第一台，这是女上 GTR， 这是什么？这是加嘎，哇，加嘎很棒哎。这辈子开不起，有没有这边都锁住了、啊，往下，这边都锁住，都下面都没不知道，对，这边锁住了，所以我这上面可以选，对不对？这个集具只有加嘎可以选，哇塞，不错啦，加嘎已经很好啦，这不是啊，是普马吧？跟我讲的一样，我觉得普马差很多，普马吧，加嘎啦，普马，我要选颜色，有啦，进去可以选，那我要手牌。没手牌可以选啊，没有手牌可以选，那加速是哪一个？加速是右，哎对，啊左减速是左边，你不是不用减速的吗？刹车就减掉了，刹车减掉你还减什么速？我要就是把摇白那个，哎呀安内啦，摇白摇你要摇一下白，只有一个颜色 QQ， 皮衣啊，皮衣啊，哎这还有尾翼耶感，不错啊，刷冰耶，没得选啊，没得选这个啊，这个是什么？都可以看习惯，对啊看习惯了，右边那个就不要理他了。啊，好像只有加速跟减速这两个事情嘛，对不对？对，没有减速，只有加速。不要，我要 PUE 啊 ，PUE 啊，这些都减啊。教你我讲的标叫 PUE， PUE， 我以为你要调剂啊 ，PUE。好了，看我的普马的厉害啊，快出场啊！你要选 Nike 吗？加强按 A。We're off to a night race at the Yas Marina Circuit。好，现在来到的是马里纳赛道，这个是菲律宾吧？没错，我要跟那个黑鬼东马里纳赛道。他说我老婆说他要赚钱啊，我知道。手表，我说手表啊，对不对？我再帮我跑，那边读取一下，等一下。
真实故事，有女生问男生开的加嘎是不是跟球鞋同一个牌子，就是恰恰，恰恰，对，不是啊，普马不是宝马，宝马是 B N W 啊，堵那么久，不是吧？应该堵在堵没有，因为这个赛道做的宝马，宝马不是保时捷吗？你看我多不懂车。久欸、还好你不是做那个，还好你是做那个什么卖房子的，不是卖车子的。我不行，我没有很在乎车子这件事情。你不是黑鬼懂吗？我要快就好，快就好啦。我要买白，你从顶盖很久欸。对吧？他也在，他刚刚已经修多了，显卡记忆体不足了。他连你的那个音乐都在堵啊。你那個等一下，一开场就咚，那个音乐容量比较大、啊。就哎，不会，玛莎拉蒂很多妹真的出来，看到有一个叉子就过去了、啊。三叉戟是不是？你现在开的这一台跟玛莎拉蒂差不多贵了。到底要不要给我动啊？等一下哈，路比较久。昨天是第一次读取赛道，对，第一次读赛道，所以比较久，解锁新赛道。刚刚那一个有读过啦。大家稍等啊！滴哩滴哩滴哩，我看看，不要他在返回啊，返回冲突。他真的没在转。有啊，他那个啊，右下角卡住了，右下角在转呢。右转。我在他自我在跑了。啊，有了，现在正在堵了。哎，教你要去上海吗？要，会啊，会吧？叫不要去啊。你要不然你不去怎么给他钱？没错啊，记在墙壁上啊。好久哦，你要直接重来吗？重啊，好啊。快的，不是我自己玩都不会。哎，我的车啊！就发现那个画面出来，然后那个哈鲁马上按 ESC， ESC 按下去。那个箭头拿着，我不要看他，等一下就会消失了。好，直接开始第一个 challenge， select drive atar difficulty。And tailor your opponent's skill to be a perfect match for yours. 好，你选。OK。OK。好，来，右上加速，左上减速嘛，对。对对对。漂移，我想一下。漂移。很难呐、啊，你在，因为这种赛道没下雨比较快。啊。我要美白。Sky 哥哥好棒哦，好棒哦！Sky 哥哥，怎么会叫我去兜风？人要比车凶啊！是啊，还是黑鬼动啊！有模有样啊！快跟着唱啊，恰恰！没空啊，我现在没我没有减速过，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完了，完了，完了，往前面大弯。哦，切西瓜！哎呦，会呢会呢，行不了不足啊！那个啦，没有啊，我觉得音乐容量太大了。是 BGM 吗？哎，你怎么应该发生？我时速在哪里？我都看不到啊！我说你丢下脚啊！我丢下是四脚。Sky！ 哎，放这个歌就你快点，他尾灯快看不见了。为什么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啊？哎呦，拉回来！我是第九名啊！啊，再听一声啊！你又累了啦！啊，对啊，换一个赛道。对，弄别啊！去哪里啊？没有维修站啊！奇怪，我时速跑蛮快的，怎么还在那么后面？人不要转，
哦，哈不要不要，你那个点速的话被超几台车，你过个弯他被超好多台啊。你不是要把刹车剪掉吗？剪掉了，草地直接帮我刹车的。Sky 哥哥要哭了，一直被超。对啊。200块啊，谁刚才拆开了啦？对啊，要进入林的领域了啦，快！哦呦，加速加速，我刚才说被超过，哇，又被超又被超了！快点，你的极速传说！不太行啊！我现在还是跑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放这个音乐，然后你开成这样，分一定要告你。没有啦，我那是一开始秒的，我那是一开始正义剑是只会泡妞的啦。只会泡妞。我那是一开始正义剑只会泡妞的。不是，我知道你是邓风华弟啊，准备打断那个，你才是你得艾滋的那个人，打断那个，你得艾滋的那个。哇，恰恰不太行啊！今天放完还在第十一名啊！没救了！有！机会来啦！一个切西瓜，一个切西瓜，蓝，看到鲜绿色就可以踩油门了，还没踩啊！可以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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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弯就可以踩了，出弯就可以踩了。没有在减，没有在减速啦！他是不是按左右也会减速啊？没有啊，你转弯本来就会减速啊！没有啊，减速啊！哇，前面20点啊！哦，打滑了，打滑了，完了完了，要撞北亚了，撞北亚了。也太难了吧！快点来来，铁山靠铁那个不是铁山靠，水沟开跑法。铁山靠跑法，直接撞墙，靠一边，他一直靠的是，从头靠到尾。大家不行啊，这样比我逊啊！我连基隆山车神啊！前面都没有车啊！你那台车可能刹车比较好，不用按那么多。我没按刹车，我只是左转而已。啊，真的吗？啊，难怪难怪跑不快啊！你要刹，它才不会打滑。这样吗？对啊，因为赛道是很平的，然后因为它。你没有调里面的设定，它的那个自动防滑系统会启动。啊，你不讲，我哪知道？我也以为你这你是有踩的哦。因为现在一般试售车都有配那个 SRS 啊，就是自动。它自己刹车的。对，它就怕你打滑，所以它会自动锁死啊。也不是 ABS， 那个是 ABS， 防锁死是 ABS，SRS 是防滑循迹防滑系统。一般试售车你没有特别去把它关掉的话，就是它发现你要做甩尾的时候，它会自动把你的方向盘拉回来。还有人这样的哦？现在你的车也有啊，奥迪。不要啊！头塔大概奥迪以下车都。啊？奥迪以下？啊，Yaris没有。奥迪应该有吧？还是要到顶级才有选择？你是拉到哪里去了啦？搬东西哦。黑鬼洞还有几圈？黑鬼洞最后一圈啊！不行啦，不行啦，十一名啊！你要往看，来啊，邓峰的弟弟邓福，邓福兵，不要，邓福兵，邓福兵，邓福兵，我会玩啊，我不玩赛车啦，邓福兵，他会晕啊，他会晕，他会三 D 晕啊，天空迷晕。好了，那还有时间吗？看一下，我们早一集开，已经开陆行鸟好不好？我们早一集开陆行鸟，我超强。陆行鸟大赛车是不是？陆行鸟，哎，还不错啊。然后一集一趴陆行鸟，一趴马里奥这样子。陆行鸟是什么东西？我先调一下，然后再看看。然后竞选那个飞船，那个飞船竞选。时间刚好，差不多。哎呀，好啦，今天呢，设备出了一点问题，跟大家说声抱歉啦。那不过。Forza 6的这个画面，大家看到的都蛮漂亮的，蛮漂亮的，而且玩起来其实就像刚刚我说的啦，你不按刹车直接转过去，那个 SRS 就自己启动了，所以很明显的，那就是基隆东那个速度会被压下来，就是这样子，很拟真啊，很拟真。那我们这一趴就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休息一下，5分钟。现在活动制啊，有活动制啊，对对对对，这个活动还
不是24号截止，就到今天。哦，是今天啊、哦。就到今天。好，来 ，Win 十发神威10万超强主机等你来抽，抽奖步骤如下啊，6月24号截止就是今天啦、啊。啊，那一在 Windows 10的市集底下下载或购买6款游戏中的任何一款，哦，我们刚刚示范的就是其中一款了哈。嗯，极限传说嘛。好，量子裂痕、森林之光啊、哦、等等这些游戏，还有我们、上礼拜玩的那个杀手本人也有啊、哦。那截取图片，然后在 po 文底下留言回复啊、哦，截图跟留言 ，Win 十发神威让我抽中超级电脑，我的账号是哦，这个就是你的 Xbox 账号，就是他没有那个账号了哈。然后抽几位？2位是那个，有2位是10万的主机电脑，然后50位是游戏。哦，有50位会送游戏哦。哦，50位啊，都是刚才看到那些6款游戏其中一款。如果没记错，应该是量子裂痕。OK， 好，反正有留言、有截图、有机会，好不好？那大家赶紧去参加，10万主机等着你啦！广告5分钟之后，我们马上回来。